户外不只是极限挑战，是链接都市与自然。一件好的户外羽绒服不仅仅是健可防风防雨保暖，更应该做到舒适加倍。其实户外保暖也可以很舒适，波司登舒适户外羽绒服包揽五项国际大奖，首创四大舒适科技，首创轻量绒芯概念，结合人体热能敏感研究，攻克保暖与舒适的平衡问题。历经800多次反复调试，研发绒芯贴合工艺，手工定位，让绒芯固定在身体核心保暖区域更为精准。3D 立体银膜剪裁，告别牵扯束缚感，更加舒适修身。创新单线提花工艺，利用单根纱线链接上下里部，形成无缝充绒区隔，充绒量增加11%。创新运用渐变错隔充绒形式，模仿人体脊柱龙骨造型，由脊椎向腰两侧的填充区隔逐渐减小，在分级精准保暖的同时，更能贴合人体曲线，穿着更舒适。自主研发的 Bodic 面料，拥有3层复合面料结构，轻、柔、弹、透气。表层采用气流纺工艺，手感柔软丰盈。中间层附有多孔结构膜，孔膜尺寸小于水分子，外能抵抗暴雨，内能快速透气，让身体长效保持干爽。内层15D 针织飘纱结构，能在人肢体活动伸展时提供舒适的延展性，高品质舒适体验。每一处细节都在体现匠心工艺。波司登采用霍尔多巴级白鹅绒，拥有白金珍贵羽绒美誉，全球限量供应，绒朵丰盈，蓬松度高达900，更为保暖舒适，拥有3大国际认证，更有安心羽绒之称，更为洁净安全。全线升级，轻薄防水拉链，轻量化半压胶工艺，做到真正的安心穿着，舒适保暖。波司登创新3合1舒适设计，针对硬核户外的穿着体验痛点，在外观与版型中创新与突破。波司登舒适户外可适应更多场景穿着，在颜色的选取上区别于硬核户外服的高饱和色系，选用自然色调，回归日常优雅。根据百万亚洲人体数据，15种版型中不断测试优化版型，更舒适，减少人体束缚。3合1组合式穿搭，也可应对不同气候随性搭配。波司登舒适户外羽绒服，户外保暖更舒适。波司登羽绒服规模全球领先。